就在两厅院艺文广场上，三军一队正在加紧的进行操演。马上先来看一段现场情况。在10月10号的国庆大典上展现出最好的一面，三军乐一队抓紧时间来练习。今天下午呢，在两厅院的广场上面来进行两个梯次的操演，而且呢，为了要保持最好的状态，乐队跟仪队呢，他们都在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耐热训练，穿上很厚的外套来借此加强体力跟耐力，不就是要为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国人面前。而且不管是走位，不管是枪法，都是整齐划一。动作十分到位，就是要展现国军的扎实训练，还有他们的专业形象。这些精彩的表现呢，都即将在国庆大典上来做呈现和演出。